就是好像一下融入大自然，非常非常清新的感觉。带了相机、手机、这个无人机，那个来把这美景记录下来，与朋友分享。今天姐妹几个过来看看，今天天气挺好，感受一下乡土的气息，希望大家有空过来，看看这里美好的景色。